这个鱼肠啊，这么新鲜不要骗我，好不好吃？夹起来一吃，夹。OK， 哎，你的。那我们这边的有道地的台南口味的肉燥饭，是用墨鱼肠，那也同时呢可以让这个异乡的这个台南人吃到这个道地的台南的口味。所有的食材呢都是当天从台南有栽培到本店的，那由我们本人云南牧师呢会这个顾客人呢烹调料理。